好，不玩了，开始了。55。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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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屌的样子啊！有两伤害，豆皮0F09W1 Mulligan。这骑手是非常的不错，骑手道具非常的不错，希望这个血量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问题。你够了，你怎么这么想我踩刺儿呢？你也太坏了！战车有一张，猎人。不是这里哈，道具房估计在另外那边那个大房间隔壁了，所以说先过去看看。然后奇怪的秘密房居然不在这个地方，这相当不科学。然后呢，最好想找一找高等。哇、哦，这房间，你去哪呢？我勒个，好样的，你把我耍到了。我以为他死了，居然撞上去。啊！不要不要。不要心急了，哎，相当无语的受伤啊，都是些。冲了个车了个说。不对，先等一会儿。哈，论手剑的危害性，论手剑的危害性。哎呀，真是！你们真是无敌了，是不是？哎呀，这两颗蓝心挺放心的，结果搞着搞着都用完了。好了，我生气了。钥匙，这秘密房 ，pin， 你们一个比一个重口味啊！居然说蜘蛛很性感。你们绝对要
你们绝对要开个房间去讨论一下蜘蛛的性感。虽然我不觉得蜘蛛特别恶心，但是没有你们这么重口味啊。失落诅咒啊！我在想，不知道烤蜘蛛好不好吃呢？说不定很好吃。Duck bomb。不过没拿猎人下来太浪费了。不过我相信烤蜘蛛应该是没什么味道的。不好吃？难道有地方可以吃烤蜘蛛吗？我可以认为左边不是秘密房吗？我真的很想知道。这样。我也觉得烤蜘蛛应该是嘎嘣脆鸡肉味。烤过蚂蚱。广州太多东西吃了，这个吃习惯了之后，也不觉得这种东西多么恶心。只要烤过熟的就没什么问题了。我说这个会不会被抓？万一说我吃了什么珍稀动物，那就不好了。哇哇！蓝伞菇还不错。蝎子没有味道了呀，我个人是觉得蝎子不好吃，蝎子吃下去一点味道都没有。狼蛛类说不定肉会多一点。狼蛛是不是那种很大的那种蜘蛛啊？一个十分钱，一个五分钱，就这样放在我面前，真是够大诱惑的。这个莫莉梗确实担当了我们的不少输出，这是好事情。这个东西，这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所以说炸那个没有用。怎么是野外生存呢？明明是吃货经验谈呢，现在是。都在说吃的，浪费了。
普通箱子没兴趣。我要求很低啊，出个迷你菇也好啊，迷你菇也不给我出。说起来我加个伤害吗？没有，我也想起来没加过，应该。还是等那个充能满吧。吃货的世界里面，只要是别人吃过的东西，应该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先考虑一下这个 Polycephalus。居然被搞到了 ，squeezy， 0.4连射加两颗子弹，哎，拿吧，也不是那么糟糕，看来三连射，就算到达这个硬上限之后，就算被减也不是很惨的一个事情。我就把那五分钱给拿了。现在是第三层，是的。DLC 有没有蜘蛛套装，还真的没有人知道，他没公布。但是我也觉得应该有的。油炸冰封不都化掉了吗？还吃个毛啊，不成了一滩水啊。情况不错，现在还搞出来一点血，正好又这个血量给填补了一下。哇哦。两倍心没用，剩下一滩水你还吃啥？你只能够喝。我一定程度上觉得我应该加速了，因为这一次基本上这个底子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肯定是秘密房。然后随便炸进去看看，这个哎，没兴趣。Demon baby， 飘上，好样的！逍遥跑。我之前在哈根达斯吃过那个什么铁板冰淇淋，然后一开始觉得它这个东西不是神经病吗？这铁板冰淇淋怎么做？但是后来尝试了一下，发现它那个冰淇淋在接触铁板的那个烧焦的那个部位还是相当的好吃。我有猫吗？没有猫啊，就拿个钉皮算了。盲目诅咒，
吃不下饭好啊，减肥嘛。怕的就是像我这种，怕的就是像我这种什么东西都不觉得恶心的人，结果还是吃了一大堆都忍不住，唉，吃货就是惨了。尤其是想减肥的吃货更惨。是不是应该弄一下那些骷髅，看看有没有传送牌之类的？不要说这是好好的节目，这节目从来都没好过，我告诉你。做节目那个人从来就没正常过，然后看节目的人也从来都没正常过。应该说，我现在159，应该说全部东西都不正常。做节目的不正常，玩的游戏不正常，然后看的人也不正常。BBF 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准确来说是个坑爹东西。居然到 boss 了，力量，堕落魔你这么看不开，直接自己冲上去那个什么里面。算了，不去了商店。又是盲目诅咒，这个打 boss rush 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呀！就进去随便偷个东西就走了。哎呀！炸弹钥匙互换 ，Puberty。不应该拿自由帽呢？虽然说自由帽好像也没什么卵用。我去，我把金皮的好人品都用光了，等一下就知道错了。一张牌都不出，Steam Sale， 你是在揍我？买一送一炸弹，你也是在揍我？1740，我现在很纠结这个移动速度的问题。我们来一张魔术师吧，居然是个双重钥匙房。哎呀，居然是瘦小的奇怪蘑菇，那不是纯坑贴吗？连射不加，伤害反而被减了。我不过算加了一点移动速度吧，就是这么一回事了。总体来说是被坑了。没事，我是卖萌，不要当看到任何东西。
不要当看到任何东西。直播吃饭还能跟，还能月收入上万，真的吗？这么屌？谁直播吃饭了？对比起吃饭，我觉得吃翔可能更好收拾一点点。没有牌，这个让我郁闷。最后找一找吧。黑心。根本就不知道，等一下那个 Boss Rush 里面是什么东西？什么鬼呀 ？BBF。你终于给力了一遍。进来看看。一堆问号。感觉还是应该拿自由帽，自由帽的话可以。自由帽的话可以刷一下那个指南针。浪费我的恶魔书。好的 ,OK! 这。感觉这个，因为这个四眼的原因导致了后面带出来的道具都不好了。这个叫什么来着？擦，还真被你说对了，还真被你说对了。没有黑暗乞丐就不会这样玩了，是的，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吧。确实有点危险，现在自己也少少的感觉到了一点危险。Boss of Steel。其实说不定没有金皮也把自己玩死了。平时没掉出来这么多血。来做个死吧。我们出门要风骚一点点。原来是个 husk。
我干嘛要走这边？居然还被打了两下，也是醉了。哼，你真会找，真会找位置弄啊！啊，有一个特殊石头，有个特殊石头。时间多少？23:48。这个明显更好一些。如果能搞到一个肿瘤的话就好了，可惜没有。纸上写的旅行零条，不解释，还这样踩了一次，那就更好笑了。哎，难道这些小怪也会出那个什么？不会啊。到教堂，可惜地图没充好。哇，这个血爽！耶拉。破床的位置好诡异啊！荡让的四根大屌，荡漾的四根紫色大屌。这拿不拿无所谓了吧，其实。时间多少？2:06:05，争取三分钟之内搞定，说话都不会说。走你，宝箱。未知诅咒，无所谓。是的物。橡胶水泥，哎呀，怎么你不等 DLC 出来了之后再来呢？等一下，什么东西好像慢了。可能有点延迟，播放有点延迟。哎，居然没有那个，居然还没充满。是这边。可惜啊，这橡胶水泥没有用啊，现在。
那等 DLC 出来之后，又不知道什么年代才能够拿到。等 DLC 出来之后，也不知道什么年头能够拿到那个什么。这秘密房的位置好诡异啊！哦哦哦 ，Little Gish。原来就在门口，我还以为会传我到什么地方去呢。那是第二零啊，揉不出东西来啊，兄弟。哪个房间里面东西都最多啊？秘密房了吧？哎，揉一下，揉一下，看看有什么。也只能揉秘密房了，其他地方都没什么好揉的。这个我拿不走了，我想把这个东西也拿进去 roll 一下。roll 出来老爸的钥匙，就把那个把大炸弹也打了。56了，不是55了。啊！不行，不用一下不舒服。不用一下不舒服，真的是。把宝箱清了吧，啊，还能再 roll 呢，把宝箱清了。迟来的爱啊，真是迟来的爱啊！其实刚才开了地图之后，水晶球就可以扔了，一下没想到第二零的事情。再来一个开眼科技，哇！你看这个，怎么一个爽字了得？还够不够房间？还有六个，刚刚好。房间居然还不给充能，那没办法了。古化女王，哇，爽！哎，我就当成自己有修女服好了，不管了。可惜啊，可惜啊！迟来的弯勺羹啊！哎，不对啊，还可能有道具呢。找不到了，找不到算了。啊，原来是不能这样玩的。Eden wins 56了吧？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就这个样子了。